会吧，这世上还有这么巧的姑娘？哎呀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臭老婆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我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少二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梅副都督，你让开呀！美人，我来了！美人，我的美人呢？这位官爷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美人啊？哎呀，就是刚刚站在这里买花的那个闭月羞花的美人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手捧着这束花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你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，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啊，这花还没买呢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啊，她呀，只是看看，她没有买。好，好，好，就当她走了啊。那请问，你知不知道她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家住哪里啊？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也是头一次见到。相公，你是见到方姑娘或者穆姑娘了吗？哎呀，不是。这样，你见过了吧？啊，官爷呀，难道小的有银子还不想赚吗？我真的不认识那位姑娘。哎呀，你撒个谎骗骗我不行吗？又不会死人。哎呀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不要管我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死了，我死了！拿着。官爷，你想买多少花啊？我现在连你家的牲口，能动的不能动的我全买了，你可别说不够啊！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啊！我现在呢，要让你帮我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以后来你这里买花的女子，你一定要给我记下她们住的地方和姓名，说不定以后我还能见到我那个花仙子美人。哎，好，记住了吗？好好好。哇，这一下当着双儿的面都这样。对呀，我觉得双儿肯定会翻脸，就是太过分了。这位大哥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帮我相公留意。哦，放心，绝对好好留意。双儿，你不会吃醋吗？相公，缘分是上天注定的，如果命中注定你会喜欢上哪个姑娘，那你自然会钟情于她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所以，相公开心，双儿就开心。我现在只是很担心，相公跟那个姑娘没有缘分。不过相公你放心，只要有缘分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我的好双儿，不愧是我最疼最爱的好老婆，来抱一下。难以置信啊！也对呀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运气的男人呢？就是啊，这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？魏督导，没什么。我们只是羡慕你，这双儿可是世上难求的女子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双儿啊，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那个没出嫁的姐姐或者妹妹啊？你问问她，愿不愿意嫁给我呀？对对对，双儿只死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你们想都别想啊！对了，张大哥、赵大哥，你们安排一下，明天我们就上少林寺。哦，好好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少林古刹代有名哲，得道高僧，身悟玄机，早识庙里，特封住持慧聪法师为护国佑圣禅师。寡人素养少林佛法博大精深，然尘缘未断，俗务缠身，兹遣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、监狱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为朕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为僧，御赐度牒法器，着籍剃度，钦此。不是，张康年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圣旨上真的让我剃度？韦大人，我有几个脑袋敢乱传圣旨？哎呀，拿给我看看。给。韦大人，韦大人代皇上出家，那是本寺的荣幸。相公，韦大人是皇上的替身，非同小可。老衲也不敢做你的师父，老衲就替先师收你为弟子，
你就是老衲的师弟，法号慧明。在少林寺之中，慧字辈的就只有你和老衲两个人。少此素弊，不以为爱；带弟出家，不以为泰。尘土荣华，惜会金明。不去不来，何损何赠？阿弥陀佛。